听着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到伫咱每日亮光的时间，今日甲咱大家所分享的圣经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二节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拯救是对主耶稣来，因为伫天的人间，上帝无数落别个名，予咱通得到拯救。我相信伫咱的信仰内底甲生活中间，人拢咧敲催。通会当得到拯救的物件，都是咱知影。伫咱的所有的宗教内底，无一个宗教的教主救会当伫遐来帮助咱来得到拯救。譬如讲，伫佛教只有帮助咱会当通过修炼，然后会当愈练愈深沉，会当超越六道的轮回。咱看伫民间的宗教甲信仰内底。只有教咱会当做好事，就免到伫阴间伫十八层地狱受审判。我相信伫每一个人类内底，咱拢咧敲催一个永远活通拯救的物件。总是咱知影耶稣这个名本来意思就是拯救者。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伫这个世间，就是要拯救世间有罪人。我相信咱伫台湾的环境内底，人拢无爱听有罪这个代志，讲我无去抢，无去杀人，我哪会有罪？总是咱知影伫圣经内底咧讲的罪，咧讲到人内心，人有万分自私、批评、论断，这个对信仰角度来讲，咱拢是罪，咱拢需要耶稣的赦免，咱拢需要耶稣的拯救。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将天国的道理播扬给咱知影，给咱会当顺探这条拯救的道路来活来行，才会当活出一个水个精彩的人生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甲活命。若无接着我，无人会当到上帝所在。”所以咱真需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有下罪的冠冕，无报予咱知影永远活这条路。所以圣经记载讲，天下人间无数落别个名，予咱可以来拯救。我真意爱邀请咱所有的亲朋好友，伫咱的敲锤信仰的过程内底，予咱会当知影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来报应予咱一个。属天的道路，一个拯救有活命、新生命的道路，主耶稣要赏赐予咱，上帝来祝福大家平安。